我现在宣布任命书啊，然后自任命张红军先生担任青岛伊瑞德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博瑶物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职务。来，请两位上来合影留念。让我们掌声，再次表示祝贺。临沂博瑶物业有限公司开业庆典剪彩仪式，现在开始，五、四、三、二、一，掌声祝贺。临沂博瑶物业有限公司盛大开业。